成王的伙伴们，大家好。那今天是我们第100次的记者会哈。为了抢救早教呢，我们过去3年多来呢，已经进行了100场的记者会。那这次的记者会呢，主要是针对着中油3阶的工作船。那么在3月28号呢，他们的船断缆搁浅了。那搁浅过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那个过程呢，其实非常的诡异。但是中油呢，表面上都说哦没有破坏到早礁，他们的船呢是坐底。可是从实际上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了这些是谎言，甚至包括最后他们把船拖走这件事，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不应该。因为出了事之后，既没有报告，把船拖走。也没有经过评估，现在我们发现到大潭早礁基湾区呢，至少被铲掉了0.5公顷以上，厚度高达50公分。那柴山东北拱珊瑚呢，有许多是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有消失不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基本上是要到环保署，我们要请环保署来执行这个。当中油违反了环评承诺的时候，他应该受到的相关的处分和后续的做法。那今天非常感谢蒋万安啊立委和陈娇华立委为我们啊关切，并且呢来声援。那稍后呢，我会请他们分别的发言。那首先我请我们啊国际海洋学者陈昭伦研究员，陈昭伦博士来先为大家说明这一次的搁浅事件。好，那个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哈。那我还是先做一下免责的声明。那我今天那个讲述的东西是代表我个人参与这次的这个调查报告，并不代表我的这个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好的，那我就用那个很快速的用幻灯片来跟各位美少介绍一下今天讲述的最主要的这个主题。那因为那个立委的电脑不是很好，我那速度很慢，那有些影片可能播不太出来。那我的所有的档案会上网到那云端上面去，如果各位很需要的话，可以最后 QR code 可以给大家去。OK， 那我要提醒大家哈，再过2天就是世界地球日，50周年的世界地球日，我们在这个地方还在吵说我们有没有破坏地球上的任何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诡异跟让令人伤心的事情。今年的地球日的最主要就是说 ，Fight today for better tomorrow。OK， 不管今天是为了早教，为了东北拱珊瑚，甚至为了对抗武汉肺炎，我们就是要找一个更好的未来。结果今天在地球日的前2天，50周年前2天，我们还要在立法院请非常忙碌的立法委员来帮我们开这个记者会，我觉得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好，那。因为这个影片速度很慢，我跟大家讲述一下那个顺序。就是4月7号，我们在这个同安在立法院开的这个工地，也就是陈委员帮我们开的这个记者会，当场他们出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破坏早礁，他们船只是为了移动去维护那个人员的安全去坐底。可是我们所有调查，我在当天他其实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伤害，我们都没有弄坏任何一片的早礁。然后后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它其实是的确伤害到藻礁的部分。OK， 因为这影片放慢，放映速度是很慢的。OK， 后来我们现刊当中，方正仁这个副总经理，他也在当场说。他们只伤害到表面，比较诡异的部分是，他们调查藻礁的伤害面积是2500平方公尺。OK， 那在当场他也说，对于藻礁跟东北拱珊瑚，他们没有任何一片的伤害，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吊诡的一件事情。后来在前几天立法院的执行会的时候，那个陈教委员。他进一步去执行海委会的主委，然后在过程当中呢，他提到
台保署的资料是3115平方公尺。OK， 所以中油跟这个台保署跟这个海委会的说法就有落差，而且海委会主委更在这个执行会中，他提到说没有对任何的国标35产生破坏。OK， 他说他们有了资料的九株，然后六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影片其实在交委员的。在执行的资料都会看到，各位媒体可以上去看。115平方公尺。OK。OK， 声音有点出来，没关系，我们对，就看往下看。那后来，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叫做船舶自动辨识系统，叫做 AIS 系统，就可以看出来当天的藻礁上，在藻礁附近这台船是怎么样搁浅。OK。那我在新闻稿里面写的非常详细，我的预测，因为我没有在当场，我们借由这个自动辨识系统的轨迹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在早上九点多就已经流锚了 ，OK， 然后到下午的在1点多的时候，它就已经碰到藻礁了，就直接已经撞上藻礁上面去了 ，OK， 一直到后来到下午3点的时候，它就已经所谓坐底，就已经搁浅在。我所谓的第二的碰触场的场地上面去 ，OK， 那所以我们后来去进行的整个调查的过程，它的整个我们用人去走 GPS 去走它所破坏的范围，我们定出来的面积是5700平方公尺，约0.5公顷左右，所以有三个数字必须澄清：5700、2500跟3115。到底哪一个面积的受伤面积才是真正藻礁受伤面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理清楚的。那从整个航迹图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船是在3月28号下午1点33分碰触到藻礁，后来因为它本身是无动力的工作船，所以随着海浪往上去冲 ，OK， 所以它沿路就这样把藻礁刮过去，所以我们可以从照片上面、空拍上很清楚看到它的问题。然后我们去做了测量，藻礁它被铲除的最高高度大概是50公分左右，所以根据自然科学博物馆王世伟老师的调查，他10年只长1公分，说50公分几乎是500年的成长的这整个藻礁。OK， 那对柴山波飞孔呢？它第一柱碰柱的热点，我们在我们 GPS 范围之内呢，总共我们查到了有九株跟在热区上面的，那我发现它有死亡的，它有受损的，它有受到骚扰的。OK， 那其中有一株 ，OK， 它中有的编号叫 G1-2-2，上面都有 GPS 的位置。那因为它整个底座被铲掉了，所以它连尸骨都找不到。OK， 那这个是 G1-2-6的这个位置。然后另外是这一株 ，OK， 跟 G1-1-1，这个是船跨过去以后，整个珊瑚群体被刮破了 ，OK， 所以看中间有个大洞，那当然就是被刮掉的珊瑚的群体。那右边的这张照片上的近拍，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整个珊瑚虫的虫杯是被割开的，被切开的，它的肠系膜是裸露出来的 ，OK， 就很清楚可以看到那个东西的这个裸露的这位置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两株很明显的例子，其他的几株也是有同样的现象。所以我几个建议，第一个，工作船已经搁浅到造成大潭藻礁基湾区的这个藻礁跟一级多飞龙珊瑚不可回复的损失，我要强调不可回复，藻礁一旦破损就没有办法回复，至少在人的寿命的范围之内是没办法回复。多飞孔珊瑚的伤亡也是一样，它一旦被铲开，那就留下一个很大的洞。接下来我建议三阶的相关工程要全面的停工，特别要去启动在栈桥工程区对一级保育类柴山多飞孔珊瑚的冲击的调查。我们握有相当明确的 GPS 位置，可以证明在栈桥的下面的确是有多飞孔珊瑚，所以这件事我要强调。这就是我去年在调查的时候落墩的位置上面所标出来 GPS 上有珊瑚地方的这个位置，都在它整个栈桥调查附近。这东西我等到过一阵子，那个我的文章被接受以后，我都会再
公诸于世。第三，我希望能够借着立法委的力量来召开大胆早教的科学资料的比对，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科学数据都没有理清，5700、2500、3115，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过去对早教要不要保育，这东西都是科学数据这样的很大很大的争议，很多很多不管是开发商，甚至在我们政府单位很多的资料都没有被揭露、被比对。所以很希望借由这一次再次呼吁，不要一切研究再研究，一切造就陷入这无限的回圈。再来是我要强调的，大胆早教是目前在全世界，也是 在桃园早教的早教群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早教群，它同时拥有全世界也是唯一最大的财产多倍拱珊瑚的族群，它这样的一个价值足以为世界的遗产。Okay， 那它的价值绝对胜于所谓的大堡礁。OK， 那我呼吁要赶快设立保护区，谢谢。谢谢陈道仁博士这么详细的说明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蒋万安立委呢来声援来协助。那蒋立委现在就在现场，我们就请蒋委员先对这件事情发表他的看法。好，谢谢啊，我们今天召开的陈嘉华委员、陈老师，还有潘召集人，以及在场许多我们律师、各位环保团体的代表，好，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长期在卫环委员会，上一届四年都在卫环，那也非常关注环保相关的议题，之前也就观塘早教的事情提出过几次的质询，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样的议题。那这一次我们知道在观塘中游三街，它在施作的过程，工作船发生断缆的事情，那造成了早教以及会不会连带早教下方七十五株的南山多倍拱珊瑚连带受到损害。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不管是现在海保署以及接下来环保署，如果根据调查报告发现的确造成了损害，就应该要依据相关的法令，不管是要求提出相关的对策，甚至如果受损的面积非常大，必须要要求停工，然后提出相关的后续检讨。所以我想事实上当时在4月7号中游第一时间也发了新闻稿，甚至说当时啊将三缆这个工作船暂坐底于沙滩上，并没有造成对于藻礁或是产生多根口珊瑚生态破坏，飞鼠搁浅事件。但是后来经过了解，事实上去会刊发现的确当时啊对大片藻礁刮除了30至40公分，甚至刚刚有说到50公分。好，所以几乎是会连带将藻礁下方的这几株产生多种珊瑚会受到损害。所以在4月10号中游改口说事实上的确造成了差不多0.5公顷的这些受损的痕迹。好，所以我们认为事实上现在在进行相关的调查，我们希望相关单位必须要据实提告到底事实是如何，不要有任何的掩盖或隐瞒。如果真的造成了损害，必须诚实的告诉国人以及相关单位，接下来依法要怎么样的来要求，甚至大面积受损停工都必须要来进行。所以我想今天记者会很重要的诉求，第一个调查报告尽快提出来，尽快提出来。如果造成的损害面积是小范围，依法你必须要求提出相关的因应防范对策。如果结果是大面积的，刚提到，就要求要停工，而且要采取紧急应变的措施。那第二件，
我想这一次断缆事件，事实上造成的生态藻礁甚至下方的财产多分口珊瑚的损害，我们也要求环保署应该依据环评法第18条，并中油提出环境影响调查报告书以及应应对策，好让外界国人关心的这件生态保育事情能够得到应有的解决，依法行政，依法办理。我想环境保育不分党派，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也很感谢一直长期关心的陈委员、潘召集人以及包括几位陈宪正律师、我们文鲁宾理事长等等，各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求共同来，相关单位共同来正视这件事情。好，那我想也很谢谢陈委员的邀请，后续我在卫环委员会也会持续关注，今天环保署也会到委员会来备询，我会就这件议题再一次向环保署提出，好，也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蒋委员啊，来声援我们这场记者会啊，来关心我们大潭藻礁的存亡。那在蒋委员离去之前呢，我们先啊把我们的标语拿出来，我们有几个诉求啊。我们都各喊一次口号，就这四个诉求。第一个，这个就是财山多杯孔珊瑚，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用放大的效果去看的话，它是这么漂亮可爱的动物。好，调查就责，调查就责，立即停工，立即停工，召开听证，召开听证，划保护区，划保护区。好，谢谢，我们就坐下来继续今天的记者会。谢谢蒋委员，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请我们啊、台湾南野新竹生态保育协会的啊、专职律师蔡雅莹蔡律师为各位说明有关于啊违反环评承诺的部分。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潭海域有非常独特珍贵的一个藻礁生态系，这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而且也有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财山多杯口珊瑚的侵袭，那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开发。那当初中油他不管这件事情，他为了通过环评，他明知道有非常不适合开发的原因，可是他却去承诺他可以完全避开裸露的礁体跟财山多杯口珊瑚，这是在他们那个就上次通过的那个环评资料里面写的，他要完全的避开裸露的礁体跟财山多杯孔珊瑚。那我们觉得他既然做了这样的承诺，他没有做到，我们认为应该要去处罚。那目前中油就他在工作船断缆之后，他人为拖行的路断缆是意外，但是你怎么拖，拖在哪里，你为什么要经过礁体，为什么要压过财山多杯孔珊瑚，我们认为是他是人为的一个抉择，而且他这样的一个造的路人为拖行的结果违反了环评的承诺，造成大概有5698平方公尺的藻礁受损，然后而且也有财山多杯孔珊瑚是伤亡的。那很明显的，他就违反了他的环评承诺，没有完全的避开裸露的礁体跟财山多杯孔珊瑚，我们认为是很明显一个违反环评法17条的情形。那违反环评法17条的法律效果的话，是依照环评法23条，它是可以处30万以上、15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要限期改善。那中油很有钱，他可能不会觉得这很重要。可是这次的事件，我们认为它很明显的破坏那么大面积的藻礁，将又压死了保育类的生态，我们认为它是已经符合造成严重的自然资源破坏，而且它这样子一个重创藻礁生态系的状况，我们认为也危害了当地的渔业资源，因为藻礁生态系就是让当地的很多渔业资源所依赖的一个生态系，那我们认为它是符合环评23条所讲的可以要求停工的一个情节重大的状况，所以我们希望环保署应该依照23条去转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者是禁令他停止实施开发行为，或者是禁令中油停止实施开发行为，而且要求他负责改善跟紧急应变措施。如果这个没有办法改善，其实我们是很强烈的认为是根本没办法改善，因为藻礁大概一年只能长0.1公分，你挖掉50公分厚的藻礁，事实上等于是要500年。其实你把它的500年过去累积的成果全部都挖掉，如果没有办法负责改善，甚至应该依照23条考虑去废止它的开发许可。
那再来，周游从最初完全否认，不时的否认对生态造成影响，那到后来经过卸勘以后，才去承认有影响2520平方公尺的一个礁体，但是他还是在继续说谎，说他没有伤害柴山多杯孔珊瑚，被卸勘了，看到那种切了一半的，或者是本来有定柴山多杯孔珊瑚定位的点，整个都挖光光的，那么明显的市政都还可以去不时的否认说没有。那刚刚其实学者陈道伦博士也已经有讲到，他调查时候就受损的面积至少有5698平方公尺，而且很多中游自己标定的非常清楚知道位置的柴山多杯孔珊瑚也被铲除消失，或是有明显受损的情形。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认为既然各执一词，中游要去否认，那实际影响的范围到底是多少，是有调查的必要。而且这个地方现在中游还想要继续施工，已经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故，还想要继续施工，我们认为未来如何有效的预防藻礁跟柴山多杯孔珊瑚受损，尤其是栈桥的部分，是让它现在都一直在施工，那很多是没有调查清楚的。我们认为是有必要依照环评法18条，去要求中游提出环境影响调查报告书，还有因应对策。那而且中游3月27号开始违反环评承诺，可是都没有人发，都就说政府机关环保署根本都没有去注意到，然后一直到4月7号环团揭发，到现在已经隔了那么久了，环保署都一直没有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环团认为说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环保署是怠于执法，所以我们环团跟居民等一下在记者会后，我们会去对环保署提出公民告知书，然后去督促环保署执法，希望环保署能够收到公民告知书以后尽快的去执法。那如果还是继续怠于执法，未来也会依照相关的规定去提出公民诉讼。谢谢蔡雅莹律师啊，他就法律的部分呢详细的做了说明。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目前是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理事长的陈宪正律师，过去也是我们长期的义务律师，也请他继续做补充说明，谢谢。好，谢谢方老师，谢谢各位记者。我们知道中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事实上在4月7号开始，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否认说他有破坏藻礁，而且他也否认说他有破坏柴山多杯孔珊瑚，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哦，他一再强调什么？他一再强调说本件是单纯的海象不佳，所以说呢，他把这个工作船紧急做这样的一个坐底，他不是搁浅。我们就在想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在4月9号那一天就戳破中友的谎言，因为到了现场之后，大家整个都傻眼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受损的面积，基本上，从这个我们学者专家的一个定位来看，至少有0.5公顷，然后柴山多杯孔的部分，事实上呢也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跟毁损哦。所以呢，中友他在4月10号，他才不得不去宣称说，好有影响到这个2520平方公尺，但是他还是否认柴山多杯孔珊瑚有受到这样的一个破坏。换句话说，我们都已经把证据提出来了，中友他还一再的去否认，然后呢一再去宣称说这个是为了船只的安全。但是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再强调一件事情，中友其实他一再推卸责任，他掩盖事实，甚至呢他想要用船只做底的这件事情来合理化他破坏藻礁、破坏柴山多杯孔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要强调的是说，你到底是如何做底的？船只断缆之后，你是怎么决策的？怎么拖的？拖到这个海岸边？你是为了保全船只吗？是为了让船只不受到撞到海堤吗？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去破坏藻礁、破坏柴山多杯孔，这个都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另外我们要强调，不管是如何的做底、如何的脱离，这个部分都是人为的选择，这个不是自然力哦，这是中友自己的选择哦。换句话说，这个都是他们我们所谓的故意行为，因此呢，造成藻礁的伤害，造成九株柴山多杯孔的一个，不管是被铲除，或者是被破坏，或者遭受威胁，我想这些中友都应该要说明清楚哦，不是只是说他为了安全，然后他就可以这样任意的去破坏。那其实从上面所讲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友的态度他其实非常明显，他其实就是不想要承认。换句话说，他自己也有成立所谓的生态的一个委员会，完全都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他在做底之前，他在脱离之前，他要咨询他们的意见吗？还是便宜行事？所以我们认为中友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完全不在乎的。那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要告诉环保署主管机关，
在参考中油的资料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就一再的造假，他们一再的否认，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呼吁环保署这个部分应该要去紧急的去要求中油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紧急应变，或者是所谓的因应对策。那另外呢，有关于相关的数据，我们要求要公开，要经这个公民团体来做一个检视，不是说中油说了什么，然后环保署就一概的采纳。好，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那最后希望说这个环保署呢，可以去公开整件的一个调查过程及报告，好，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说明。谢谢。谢谢田理事长啊。那在稍后我们请台湾妈祖渔保育联盟理事长文理事长之后呢，就要请环保署和我们海委会海保署这边呢来做这个相关的回应啊。来，现在请是。我是我们麻醉保育联盟的理事长。今天我就长话短说，就是我们麻醉保育联盟跟满野仙子生态协会在2009年有召开一个白海豚栖息地的那个国际工作坊。那个时候我们就确认，那个台湾白海豚我们是从台南一直到淡水河口，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那就是因为他们做调查是没有包含新北市、桃园跟新竹，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四环的栖息地。那这次的那个中油他们在提出环评的时候，他们一直用那个地方不在农委会预告的重要栖息环境内，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评估我们这个开发案对白海豚的影响如何。那我们现在也是要呼吁，就是各位是从各方面的那个野生保护法也好，环境保护署的组织条例也好，跟环评法，我们都要环保署要立刻叫他们停工，然后要开始重新评估一些这个开发案对环境生态。野生动物等等的负面影响。谢谢。谢谢文理事长啊。那我们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呢，理事长叶思贵理事长也有话要说。委员还有地评的长官媒体大家好。那有一点我特别要提醒一下。目前中油在栈桥里面继续施工，包括昨天也要继续努力施工。但是呢，栈桥底下还有未调查清楚，还有已经知道的，还有一些财产多倍口，目前它的施工者是否还没有查明的财产多倍口没有调查清楚了，已经是否能够会受到遭殃，还已经调查清楚这些是否会受到影响，我请上级单位稍微注意一下谢谢谢谢叶女士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环保署的稽查总队副总队长江副总队长。好，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记者会的召集人陈委员，我们潘老师，还有各位我们班团的伙伴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今天这个记者会的主题是违反环评承诺所以环保署在这个地方针对环评法的部分，先跟委员还有跟各位环保伙伴和媒体来做个报告。这个案子的环评是在107年的10月8号通过，那环保署在通过之后呢，进行环评监督，那执行了6次监督，3次专案监督，这9次里面都没有发现有违规。那中油开发单位在针对藻礁这一块的环评承诺事项，刚刚我们蔡律师这边有跟各位说明说，就是有一段文字就是完全避开裸露礁体及柴山多边孔珊瑚那在这些文字并没有出现在环说书的定稿里面，在环说书定稿里面，它所承诺的事项是开发使用原已存在的人造田区，不开发基湾基兔区的藻礁区域，也就是说，它不会针对基湾基兔的藻礁区进行开发。那今天这个工作船的断缆的事件它最后面是有影响到基湾，可是它并不是执行开发行为，
所以在这个地方，针对刚刚环团这边的一个诉求，也就是说违反环评承诺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环保署初步的认为是没有违反。那没有违反环评承诺之后，当然就不会涉及23条的罚则。那刚刚我们也有一个诉求是18条，要他提环境影响调查报告书以及因应对策。这部分的话，环评的程序的确是如此。那在环评法的规定里面是说，环保署基于中央环评主管机关，如果认为开发单位针对开发行为可能造成影响的时候呢，要他提出调查报告。那因为这个案件呢、有影响到海洋野生动物的一个保育，所以海保署本身在第一时间也有进行调查。那我们就认为不必要开发单位直接写他的报告，就像刚刚我们环团伙伴所提到的，开发单位的报告有时候仅供参考的。那我们认为说，中央主管机关海保署针对海洋生态保育的部分进行调查，我们就等海保署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确认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立刻命中油公司提出因应对策。也就是过去环评的18条的程序，是先由环保署要求开发单位提出环境影响调查报告书来这边送审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有影响，才要下一步提出因应对策。那环保署基于这个海保署的一个调查报告具有公信力，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认为它如果有影响到藻礁或者是那边的一个海洋生态，我们认为对环境有造成不良影响，我们立刻会命中油公司提出因应对策。在这个地方先做以上的说明。那其实这些说明在4月9号陈委员邀请我们到现场现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也有跟媒体还有跟环团的伙伴呢来做一个报告哈。那这个基本上原则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在等海委会的海保署的这个专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鉴定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做后续的环评的处理以上。好，谢谢。那先请那个。我是想要回应一下啦，因为其实是整本评估书的定稿本都是要遵守，并不是说只有那个审查结论要遵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去下载环保署网站，也大家也都可以，媒体也可以自己下载，在4至17页就很清楚的说到，4至11页很明显的记载了完全避开裸露礁体及柴山多杯孔珊瑚。我们不管今天你是为了要填平它而去整个去把它破坏掉，掉的伤害，还是说你在施工的过程中，这应该是施工的过程吧？中油应该不是只是去游览或是做野生态调查吧？它在施工的过程中，它就是没有完全避开，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心态，而没有完全避开，没有完全避开，在我们看来就是违反它的那个，就是说已经通过的那个定稿本上的4至11页的承诺。那我们希望说今天听到环保署的说法，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想要真的说走到诉讼，我们当然希望政府机关，就你整本应该自己再检查一下，仔细的看，我们都老百姓都读得到的完全避开，你现在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完全避开，那我们很期待环保署回去以后能够再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避开。我回应一下。好，那既然如果说刚刚我们蔡律师这边有现场举证啊，我们回去之后跟同仁再做定稿本详细的一个查证啊，因为我们在那天现刊之前，我们是有履历一次过的。那发现说他对藻礁的承诺就是基万几乎不开发，那我们认为说这次的事件他不是进行开发行为，所以认为他没有违反环评承诺。不过刚刚蔡律师这边特别提到第4章环评定稿本的部分，里面有好多章节，在第4章、第8章的部分都是我们执行监督的范围，那部分的话我们回去会再仔细做一些盘点。那如果确实是有影响的话呢，那我们还是依照环评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也是要再补充一点，对我们的解释，当然是认为他已经违反环评承诺，但是如果环保署认为没有的话，我会认为说那当初通过的环评是不是太草率了，因为你怎么可以说造成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影响，然后说其实没有，因为他不是把它直接的就是为了填掉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们认为是已经违反环评承诺，希望再检讨，但是如果你们认为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环有必要透过18条然后再重新去调整它原本通过的内容。好，那在请海保署回复之前呢，我提醒海保署啊，这件事情发生了已经10几天了啊，但我们没有看到海保署的积极行动。虽然在现刊当天呢做了一点调查，但是跟我们也所学者调查出来的资料也相距千里啊。那我们希望呢，海保署，因为我们很早就提出了相关的啊要划保护区这样的一个公文啊。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保育的目的，但是贵署呢好像一直都在这件上面呢把它踢给桃园市政府，这是我们觉得今天会造成这个疑案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中研院的学者拿到我们公部门林务局的经费来办理的资料你们都不愿意承认，那也请你们呢给我们一个比较公正的
或者是有说服力的一个调查资料，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该保护，好不好？啊，那包括这一次的调查资料呢，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资料还不是很确实，都是各说各话，是不是赶快成立调查小组，啊，由各方一起来参与，好吧？好，这是我先啊，你提醒了，谢谢。好，谢谢潘老师、陈委员，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那我是海保署海生组组长，谢谢你。那我现在就今天这个案件，我们大概我这边有三点说明哈。第一点就是，本署已经就本次事件收集相关空照谷跟保育类珊瑚的分布情形，初步调查结果经耗蝶 UAV 影像图评估 G1 早礁受损的面积范围，和陈老师的范围其实不会差太多哈。就是陈博士的范围差太多。那另外，套蝶本署2019年调查在 G1 海域采山多倍桶珊瑚活体现场的栖息位置，因为我们海保署去年也有做哈。那 G1 区域的采山多倍桶珊瑚调查的点位，跟早礁受损区域范围的套蝶 UAV 的影像以后，我们发现是有几株采山多倍桶是未在受损的范围，早礁的范围里面。那我们这个，因为不好意思，上次有跟委员说一个礼拜要出来，但因为套蝶的时候会比较，我们想说慎重一点，所以这个报告我们会紧速的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们会把报告送给桃园市政府还有环保署，让他们依法令去办理。因为那个野保法的部分是收集完证据以后，它有司法的部分，司法程序会处理。好，如果影响到那个保育类的动物，那是有司法程序处理。那另外为了求慎重，因为那个财产多倍桶陈老师也知道，他比较栖息地位在比较低潮线那个位置，那因为要大退潮之后要再去看会程会比较清楚，那所以我们也打算说，我们报告出去以后，我们也会打算说，我们在最近的一次潮汐的比较合适的时间，可能是5月7、8、9那个时候吧，这个陈老师应该知道这个时间，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好，跟桃园啊，还有那个，在我们再去现场再现看一次，以确认那个财山多倍桶珊瑚的现况。因为我们上次4月9号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在现场测点位，好了，陈老师也知道。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的做法大概就是这个三个方面这样子。那你觉得现在那个财山多倍桶珊瑚的破坏是多少？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调查。破坏的那个目前的情形，有几株在那个几株死亡？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我刚才陈老师应该也知道，因为我们去套从那边去看，没办法。因为我的问题是说，你现在现场调查的结果，现在是有多少株死亡，多少株受伤？死亡的部分，因为刚才跟委员报告说，因为我们4月9号去看的时候，我们到现场看他到底有没有死亡，因为我们要套，我来套点我们的点位嘛。那套到了以后，就是说它是有几株在那个受损的早礁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打算、就是、有几株死亡。我真的不知道有几株死亡，因为我到底是有死亡嘛哈？你确定有死亡？我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还保守，你到现在还不确定有死亡吗？因为4月9号的潮水虽然很低，但是隔天的潮水更低，你们还是可以去调查，你们没有做啊，为什么要等到5月呢？一个月，是啊，如果是这样的，那个相关的组长那天有在现场跟老师，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那个海保署去年执行那个报告上，其实网上都有，大家可以下载来看。那我把报告下载以后，发现其实去年的调查报告里面，你们发现到的台湾多倍桶珊瑚的点位的数量远远低于中游的。那我建议几件事情呢，再回答那个嘉浩委的，因为那一天哈，那海委会的主委在嘉浩委的咨询上面，他已经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第一个，你们的多倍桶珊瑚的株数远远少于中游的调查数目，然后再来就是你们没有去套叠中游的资料，中游资料是公开的，在环保署上面所有 GPS 都公开了，所以连我都拿到了 GPS。那所以你们应该是拿中游的东西套你们的东西，然后那个林务局的当年的绩效报也有那个东西，我们的资料比它更多。那一天。
我们实际去调查的结果，我们其实有发现到两株新的，在那个撞击区的两株新的，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是你找不到的。那个你就算你执行计划执行一年，你还找不到那边的所有的珊瑚，也就是说，那边的确是个热区，可是我们不能只拘泥于在于说你们去年调查报告的那几株而已。所以我建议海保署应该去套叠林务局的计划的点位，还有叠中油的点位跟你们自己的点位。那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套叠了那个中油的点位以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到我影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的确是有东西不见。那这给那个海保署作为参考，这样才能够回答交委员的问题。好，那现在就是综合大家的问题，还有环保署跟海委会海保署的意见哈。我想这个案子就是针对这个一级保育类哈，财山多杯孔珊瑚的这个死亡哈，还有违反环评内容哈，环评书的这个内容。那中油呢？这个违规哈，违规至少还没有确定违法，违规是非常明确的哈。那在这里就是说，是不是要有更专业的专家的这个认定哈？所以在这边希望环保署还有海保署这边能够尽速召开专家会议。那专家会议呢，能够邀请包括环团的代表，包括学界的代表，包括这个市政府桃园市政府的代表，或者是海保署的推荐的代表。我想环保署之前召开过非常多次的专家会议，从最早的永阳案到国光石化，非常有经验的哈。那这个案子，我想，比澳洲的这个大堡礁还要珍贵的这个桃园观塘藻礁哈，我想值得政府好好重视了哈。既然环评承诺就是不会去影响到完全避开，那现在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好，所以我是觉得。海保署既然是一级保育类动物的这个专业专门的负责单位，就是如果环保署因为在环境影响调查环评委员这边毕竟那个专家还是少数了，保育类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其实要赶快召开这个专家会议来认定，所以也不希望那个海保署草率交出一份报告了。好，既然如果环保署希望你的报告是比照那个环调报告的这个地位哈，那就不要说你们只是套图套一套，然后就交出一份草率的。好，你们那个主委在上个礼拜的回答就讲错了哈，那个面积也讲错，我想。这个就是比较不好哈，就是如果可以更严谨的来交代这样的一个调查哈，那再来就是希望在这个调查的开始哈，在筹备，请环保署跟海保署都可以叫那个中油赶快停工，现在就停工，然后启动专家会议来调查。启动专家会议，因为这个不是新的，也没有叫你要用听证会调查。就是如果环保署可以比照你们这么有经验，或者是你把这个经验请海保署来调查，我想来召开专家会议调查，我想这个应该都是最能够让大家这个去接受的。那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个永阳案。环保署召开第一次专家会议的时候，那时候业者也是还在施工了哈。那在进行环调报告的时候，那时候台南县政府苏焕智县长就叫那个业者就停工了哈，就停工。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先例的。那今天也是请环保署
还有海保署赶快叫中油哈停工哈。我想今天记者会，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哈。那等一下在环保署质询的时候，我也会表达，然后我也会邀请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哈写提案哈，请环保署要求停工哈。这个是我在这个地方觉得。台湾有这么珍贵的这个藻礁，大家都要努力，也请环保署、海保署要努力，好，谢谢。谢谢陈委员。那接下来那个陈宪正律师呢，还有问题要请教我们公部门。对，大概两件事情哦，就是说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海保署的林组长，因为您刚刚提到说那个到底的结果，就你们的资料里面应该有，看起来是有。有跟那个财产多被拱三五去做重叠，你们会持续再去做套叠嘛？就确认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说，如果假设确认出来，确定就是藻礁的区域跟那个财产多被拱区域如果有套叠的话，有套叠出来，假设的哈，那这种情况你们会，因为这是属于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十八条刑事责任，你们会主动移送那个地检署吗？这第一个问题啊，那现在先请你们回答好了。谢谢那个陈理事长、陈律师哈。那个，因为我们我举个例子哈，我之前在处理那个苏梅啊、海龟啊，还有其他鲸豚的那个宰杀鲸豚的那个，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的程序，就是因为它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十八条，那我们都会就是请地方政府都会收证，收证完的话就会送司法单位。对，所以这个是如果违反十八条，一定是会收证完，有证据就一定会送司法单位。就照那个程序来走，是这样子的。那另外我们要就是跟环保署这边再做一下提醒，就是说按照那个行政环保署组织条例哦，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就环保署的主管事务哈，直辖市他的命令处分哦，被予法令或者是说越权限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不执行的情况之下。你们是可以报请行政院去处理的，甚至在有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命他停工。那显然现阶段，如果海保署的资料出来，桃园市政府他还是一再的去不愿意面对，那我们希望环保署这边可以按照相关的法令去监督桃园市政府，谢谢。我简单回应一下陈律师哈，那基本上来讲，环保署的确在这个监督地方政府的作为上来讲是有相关的规范哈，不过那个也限于就是所谓的环保主管法规啦。假如说环评法或者其他相关的环保法规的话，那的确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运作哈。那可是如果说类似像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部分的话呢，那恐怕就不是环保署的职权啊。那在法的部分来讲的话，在中央也是海保署。好，所以这边可以跟陈委这边，陈这个律师这边来回应一下。这件事情，两位是比较我有点同情，因为督察大队不是中继处，那海保署也没有像环评法的一些法律依据，所以你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但是你们有建议权。所以我很希望刚刚那个陈律师念的那个环境环保署组织条例第三条，这个是刚才督察大队有点搭配所问，因为那个是可以做，就是环保署有这个权利，如果就算行政院不愿意做，环保署可以。我十几年前跟那个交法委员，我那个时候当环评委员，我们念了那条三次，环保署署长才决定，他就是要叫他们那个一个东山联发厂停工，所以是有。那我当然是很希望，我们应该站在环境保护优先，而是不是一天到晚说这个可能不行，这个可能不行，这个我们要想办法让保护这个藻礁。我觉得是非常诚恳的，希望。两位会回去叫他们给他们这个建议，会动用，就是马上临停停工。
谢谢。好，谢谢文理事长。那最后呢，因为十点有另外一场记者会要在这里召开，我想请教我们台保署，第一个什么时候成立专家会议？好，开启这个专家会议，或者是调查小组？我们有需要调查小组，不然公说公有理。比如说你们的资料，你们就用你们去年去那个海洋大学他们做的那个监测的资料。那刚才陈博士也是说那个数量差太多，因为他们是用穿越线在做的，穿越线做的不是那种地毯式的去找，怎么可以找到连中油做的资料都比你们多，怎么可以用那个资料来做？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一部分如果要靠谍，必须各方的资料，包括陈博士这边啊找到的资料，通通一起靠谍，甚至呢在这一次顺便把还没有找到的也通通都标定，是不是这样做才对？那五月的这一个调查有没有要把各个团体都纳入？是不是早一点给我们一个啊具体的答案，可以吗？好，回复一下。那个范老师好，回复一下，您刚才所谓的何时成立专家调查小组？是，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跟您。是，对，我想层级上哈。对，那跟老师说不好意思，那五月那一次的调查，因为。我们上次就老师我们一起去的嘛，哈。是。那我们那一天线应该真的是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很确定。其实是因为那个没有事前对，所以我们那是不是哈？所以我才想说，我们五月七号去，可是我个人呐、啊，我个人会认为说，因为早教跟财产都被广播是蛮珍贵的，那我个人会认为说，如果五月初那一次要去的话，我会希望说。当然我们开个会前问嘛，好不好 ？OK， 可是我不希望说，因为我们那次去人很多，就是四月初那天，而且大家这样踩，感觉，所以我是希望说，那一天就几位代表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然后这样是 OK 的，不要看是我们找相关单位的，对，可以吗？好、啊，那我建议啊，我们先开个会前会，好吗？这个我再回。不是五月七号之前，我们。啊，包括环团，包括中油，我们开个会前会，好不好？帮我们反映，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团体或相关要在这一个部分呢，跟公部门有交流的？好，没有。那我要说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新闻稿里面就有了，我们不占用时间。那所有的资料呢，是在那个 QR code 上面，不过还缺一个。因为陈兆伦老师的那个资料没有进入这个 QR code。好，那就是各位如果要电子档，这个 QR code 我刚加上现在那个 QR code， 那个不一样。那个 QR code 里面有陈博士刚才他播的那个PPT 档案，还有一个播放档。好，那就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和谢谢所有关心早教的朋友。好，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个地方。也谢谢环保署，谢谢环保署两位官员啊。好，那我们其他伙伴就帮忙。然后我就从那个十点场地来。